这个时候妈妈带我去打那个小麻痹的疫苗，打到过期的，所以从三岁开始就下半身都不能动，小时候趴在地上像鳄鱼一样爬，家里又穷啊，然后没有受很多的教育啊，所以很多那个乡下的阿伯啊嗯啊都会瞧不起我，笑我像小狗一样啊，以后只能当乞丐啦，以后会变废人啦。那我就想说不可以当废人，那不可以当废人就要认真读书啦，所以小时候读书都非常认真。那我拿过那个技能竞赛的金牌，那想说毕业之后应该很好找工作了，可是啊大家看到的都不是我的能力，看到的都是我的外表，所以找工作找了200多家才找到，但是找到之后啊，我很认真的做，我一直从设计组的组长、设计课的课长，我到最后当到研发部的经理。发明是我的兴趣，也是我的生活的重心。那看到人家不方便啊、不舒服、不协调的地方，那个晚上我就睡不着，所以我把人家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。30年前，我看到一组新闻报道，成功大学有8个大学生被火灾给烧死掉，那就开始想说，哎，我应该来设计一个工具，让人家发生火灾的时候，可以从楼上轻松的逃生下来。缓降机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不用电，不管是一个小朋友7、8公斤，或是一个小胖100公斤，它下降的速度一模一样，这是我觉得我一个很棒的发明。我的行动是比较慢一点，但是任何东西我都靠自己来做。我骑的这台车子是我自己设计的，30年前去珠圆合作厂找了很多的零件，花200块钱而已，一天画图，一天组装，把它组装起来，跑得很快，因为它有63段变速。这台车子陪我去过30几个国家了。我到现在发明的东西也超过200样以上了，然后有申请专利的大概20几样，那现在有在量产的大概5、6样。我的发明只要是病人啊、身障朋友用的用品啊，我都不申请专利，因为要做这个是要解决人家的问题，我觉得都欢迎仿冒。我现在62岁，我的人生最后一个梦想就是要把我的40几年来从研发、设计、绘图、制造跟行销的经验交给很多人。那交给谁呢？跟我一样找不到工作了，然后身体不方便的，训练2个月之后给他工作，然后给他有薪水，让他能够有个舞台，让他活得能够有尊严。这样我第五工厂大概今年年底会盖好，所以年底开始就可以招生了。所以鼓励身障朋友多学习多看书，然后有一技之长之后，那人就活得比较自信。